看这一题，它如分别求出下列个体中坐标平面上两点的距离呢？哦，要求两点的距离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叫做 D1 好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平方叫负二的平方啊，啊加这个减这个是零啊，所以是二。好，这二的平方是四，根号四就等于二。那这个呢？第二哈，这等于多少？这个减这个是十啊，加这个减这个是零，所以是十。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是，七的话是多少啊？负八，哦，负八，负八的平方，啊加这个减这个是。六的平方吧，六八十那个三角形，这是十。那这个，D 三的哈，这是 D 三的哈。啊 ，D 四是多少呢？就这个减这个是九啦，九的平方哈，啊加多少？这个减这个多少？是七，好，七呀。七的平方，所以这个是八十一加上七七四十九，十，一三零，根号一三零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第五个，第五哈，根号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是二的，二的平方，加这个减这个是负十九的平方的。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十九的平方是十九乘以十九，是八。没有，九九八十一啊，不相信，九九八十一八嘛，这一七，然后九一，这是十六，三六一，三六一加上四，三六，根号三六。那再看这个。这个 D6 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是一啊，一的平方嘛，它是二分之负三减掉二分之负，这也是一啊，加一平方，这个是等于根号二，根号二，哦，所以是二十十十，二十十啊，然后再根号一百三，根号三六，根号二。